谢谢，感谢我哥送来大鸡腿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你不直播了，那你啥时候来 YY 的呀？啊，你啥时候来的 YY 呀，玲姐呀？被封了一年啊。哦。啊，你那个，那你就是，很久了啊。然后现在你不做主播了呗，是不是？现在我看你写的那个是六九军团家的，是吧？谢谢我流金岁月哥。那你陪伴我现在到处玩了哦。行，开心就好。红红的那个嘴呀，弯弯的柳叶眉。哎，那小姐姐，那你直播的时候，那个你也是在 YY 直播呗，是吧？是的呢。哦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要是不做主播的话，我也做一名粉丝。那你现在就是 YY 现在不能播吗？还是说现在 YY 能播你也不播啦？啊，我要当黑粉儿，我要当黑粉儿，我进直播间就骂人，骂完人我就跑。行吗？嗯。刘老根工会的玲姐就是我啊。你要说刘老根工会玲姐呀，你要说刘老根工会的玲姐呀，那就是我不一定能说的有多深的印象吧。嗯，但是你是我工会的，你是我们家工会的主播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明白了。那我就明白了。你一说刘老根儿，我还以为拍戏刘老根儿呢。咱们俩可亲了啊。小姐姐是吗？我这脑瓜子不咋好使。谁呢？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追求，给我一杯爱情的美。咱俩有没有微信吧？啊，我记着那个咱刘老根工会有一个小姐姐，她对我可好了。完了之后我那时候嗓子不好，她还给我买过那个金嗓子散结丸呢，给我寄来的。但是她白天她工作啊，白天有工作，晚上直播嘛，现在也老长老长时间都不直播了啊，没有加上号啊。啊，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咱那个姐姐和你不是一个人儿。那就不是一个人儿。我一天我这脑袋哈，就记人儿哈，记人记名儿成费劲了。除非说咱们每天都能这个每天都能看见，然后我才能印象深一些，要不成不行了啊。光说咱这直播间就不像人家那种，有也不跟你说，呵呵，不像人家那个人家那种超大号的直播间哈，人家那都记着呀。啊，让我好好直播。好了呀小姐姐。嗯，就是不像人家那种超大直播间，人家都能记着大哥呀粉丝啊，就全能记着哈，叫啥名你改名我也能记着，就脑瓜子好使，我就不行。我就像那种打麻将不会算账那种是一样一样的。麻将怎么打就账算不明白。咋整啊你说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，这么稀里糊涂的还得到这么多人喜欢。你说我要是那笨蛋呗。
哥，你说我是笨蛋，我一点也不否，我知道吧？我，怎么说呢？我就是有点吧，就什么事儿我都不上心，你知道吧？不上心呐，我就一天我就稀里糊涂的，你知道不？就是为啥说我这样的人没有烦恼呢？我想的少啊，是不是？我琢磨的少啊，我就没有烦恼啊。我要是琢磨的多的话，我不就有烦恼了吗？是吧？我啥我也不合计，我到点我就直播，下播我就睡觉，饿了我就吃，困了我就睡。嗯，就这样式儿的。真的。啥？团战邀请我啊？妈呀，这小影招我团战了，就加他吧。这一天呢，这团战都那啥了都。我就感觉这团战哈，哎呦我奶奶呀，哎呦我的奶奶呀，上瘾了吗？这是海风阵阵吹送，海面一片朦胧，何处有你影踪？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，吹牢我美丽的人生。想起过去的岁月里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，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。虽然你在我心田，此情此景，旧日的爱，只有回首说再见。海风阵阵吹送，海面一片朦胧，何处有你影踪？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，吹牢我美丽的人生。想起过去的岁月里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，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我雷神哥，嗯，还有我们，谢谢我们家赛哥哦，还有流金岁月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我为啥说现在哈，现在这种直播比之前方便很多。以前呢也没有什么手机的，也没有什么手机的这个什么转换器呀、啊、什么的都没有，只有就是声卡，然后电脑加上一个摄像头。完了呢，以前就一出门直播吧，就是带着那个摄像头，你必须得调试，还得需要灯光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有时候一出门吧，条件也有限，灯光也不能带的那么足，哎，就特别麻烦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特别麻烦，然后把那个人照的也贼丑陋，也不漂亮。嗯，现在有了手机转换器，然后手机也可以播，是吧？我觉得电脑就不用带摄像头了，再也不用调试了，就是用它放个歌啥的就可以了啊！真的，我现在这个特效都贼简单，它是开玻璃的特效，真的越来越简单了啊，越来越简单了，真好。这样的话出门的话就不用担心说的那个哎呀不直播什么的了，是吧？家人们啊，咱们那个我的那个小，就是我们 YY 上的，就是跟我